还会被判理黑总提防创新预计计划，鼓励后产业转到故乡来落实。同时，也做了扣苗事业。过程当中就业界实质来做判，今年计划是提前改的，两百有25届预计才通过。安排两群新客和分配到十家展示，总共十九家客家文化重点发展区，以发落开创客家种的商业经济。筹备办的开群说明会等。上届的参与者罗武书展的创办人罗氏两次到现场来分享其经验。他讲，转到故乡之后，我多了在地乡亲交流，因为转移从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锣鼓兵表演，每个人讲得眼前的新人口，用传统仪式完成婚礼。农业的客家白银和新竹白埔见证了一门好事。当好白银的后生人彭俊阳参加客庄地方创生预计计划，提案两年内为传统音乐开展出去，表现出客家白银全新的价值。我希望哦，有观光客来到安尼了，就来报名，然后来老人学简单的打击的了条东西，现场的时间学好，马上安尼就做一道苗族，然后安尼的该放假啊，了三观台地热，然后去煮烧。今年校委会通过的25提案计划，希望有行家到后生人转到家乡，发扬客庄文化。就后生朋友遇到出家可能的故乡，啊，你得认同人家客家本身客庄的地方创生。伊就因为有发展的机会，所以人归到出家故乡也好，虽然唔系出家故乡，但是伊到客庄，伊往深出，然后客庄嘅本身嘅地方嘅创生嘅文化。客庄地方创生预计计划，我先通过书面审查，查下来专家会针对地方演出，对客家产业发展长途有帮助，做出期限，通过一年就带来到两年100万元嘅经费。先到位就做得转到家乡展开计划。伊人一新年转向成功带动新竹县关西镇创生的罗富树县创办人罗世良，大伯讲转向创生其实无难改，不过困难的事情听说要有人去做。是感觉就是如果政府哈能够做得，就是主要是要持续啦，就是不要就是等于是。一直就是或许不是说计划要多大哈，可是如果这样的一个帮忙哈，可以一直持续的话，我觉得这样子应该对地方在从随着时间的累积会有帮助。罗世良是参加头一届的预计的人，其诚心建议一条创新的人，唔好单人拖马达兵，爱多多同在地乡亲交流，将做得妥帖往后，沉降运输。下个新闻，发布上年工厂面负分支。台北报导。